大家好，我是猩红。小妹，给个镜头看几点了？准确来说，现在是2019年的12月13号凌晨12点16分。双十二剁手活动已经结束了，跟我小妹刚把直播关掉。然后我们俩现在准备要统计一下货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我们店铺下单的泡菜呢，都是最近新鲜日期的。我们需要每天统计数量跟厂家订货。然后呢，刚才就突然间发现我家这个冰箱里有这么多鱼皮，也不知道咋的，我家就是没怎么看着吃，居然吃这么多明太鱼了。然后我俩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忙嘛，我就寻思把这点鱼皮给它炸了，我俩边工作边加点夜宵，走吧。你知道这鱼都谁吃的吗？你两口子呗。不对，你姐夫吃的。你知道为啥吧？我吃的鱼不干净，他吃的你看老干净了，他挑不出来肉了，扒的老干净了。这个鱼皮其实也可以做鱼皮包饭，但是我家没有大米了。这事儿你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大家住几天了？所以说我在你家都没吃上饭吗？所以说你应该买大米了给俺家。前两天不是有大米吗？完了，你来之后，我家正好没大米了。把这个鱼皮给它剪上一段一段的，完一会儿搁油锅里给你们煎成奇异。我可愿意吃这鱼皮了。发现没，咱这个明太鱼全身是宝啊！鱼皮能炸着吃，还能做鱼皮包饭，然后那个肉呢还能浇汤，还能那个直接吃，还能拌咸菜。你知道头能干嘛吗？鱼眼睛不是还可以拌吗？对呀，对鱼眼睛咸菜啊，好多年没吃那个了。小时候总吃那鱼眼睛，然后这个鱼头还能吊汤，全身是宝，哪儿都扔不了。这个老简单了，先起锅烧油。干啥呀？不是故意的。大半夜的吓唬人呢。哎呀，隔音好，别人家听不着。一会儿蹦迪。俺家是顶楼，楼上都没人蹦，俺家蹦了全楼睡不着觉。油热以后倒入鱼皮。然后就可劲儿扒了。出锅了吧？那别扒出锅就行了，以后就见证奇迹了。出锅了呗？不是，嘎嘣嘎嘣脆呀！喜欢吃辣的可以撒点辣椒面，撒点川料啥都行。我喜欢这么干吃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。给你们听啊，嘎嘣脆，走，干锅里。好吃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快快赶紧统计单，我比较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你们家就行啊。嗯。